晚上的魔术师，三位有看过魔术吗？有啊，有这么近的看过没有？没有。要不先从你开始好不好？可以啊。我这边有些白色的卡片，在上面写上你的名字。好，所以我就把它翻过来折一下。这是你的签名对吗？对。夹住它。接下来折起来。这是你自己的签名对吧？嗯。很神奇的事情从现在开始，往你慢慢的靠近他。啊，当然心里面要想着对方。有什么感觉吗？有有有对吧？OK， 打开看一下。啊！哇，好厉害！盛宇笑得非常的强颜欢笑，他真的很不开心了，已经。啊，当然还有你，还有你，还有你，不好意思，忘了。幸好你说还有我。纸牌 ，OK。我在洗牌的时候随便喊停。停。啊，这个位置对吧？然后我让你帮我签个名字。然后我在洗牌的时候随便喊停。停。好。我也在这里写上你的名字。可以接下你们的手吗？接下你的手，翻过来，盖住它。打开，你会发现两张牌合在了一起。他们俩合体了，都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了，最高境界了，好厉害哦！我很喜欢就是户外跑跑、爬爬山，你会去爬水？你喜欢？我牵到姐姐的手，我突然间感受到好像有小小的喜欢姐姐。开了一束花，谢谢你好用心哦。哇，我觉得我还是蛮喜欢他这样的性格的，就心砰砰跳啊，更多的还是有点喜欢吧。好吃力，我都不想说话。这个魔术师一定是盛宇请过来的，直接握手了呢。哎呦，肢体接触，太高兴了。这家伙都跟小孩似的，摸一下手就快乐了。这追求真爱的路上重要一步啊。那你觉得女生这一会儿她的心更倾向于谁？肯定是盛宇，我感觉也是盛宇。盛宇，都是盛宇。那我站你吧。你站我哈？啊，沉沦。我怎么是沉沦了？你也是盛宇啊？他也跑票了。你不是沉沦吗？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沉沦，只有他一个人跑票。我刚开始就跑票，上来就跑票了。我觉得盛宇很优秀啊，我不是来学习的吗？我肯定，我要是女孩肯定会选盛宇嘛。他会不会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在这个女生面前表现？而且沉沦是那个小弟弟不懂得去说我要怎么样去表现得更好。但可是现在摆在女生面前看的是两个男生啊，那所以就会表现的肯定就比不会表现的就更好啊。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，其实大家或多或少也可以收获一些，就哦，原来女生是这么想的，在这个时刻我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。
然后他们三个之间一天的相处，谁占上风，谁会比较的稍微弱一些，还蛮明显的。但是他们之后还会有一些交流和约会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逆转，然后会发生什么，我们下一期再不见不散。拜拜拜拜。